哇，very good， 又甜，然后又软又脆，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，对你又不会觉得特别柴、特别干。你们尝没尝这个粉蒸牛肉吧？也很好吃。我是吃这个长大的，真的。因为我妈，我妈特会做这个。尝一尝这个脑花吗？那脑花超好吃，脆皮卤肠卷，麻哇 ，nice， 这家口味真的是绝绝绝，超好吃，真的，我吃嗨了，哎呦那个内脏太适合我了。